这三年以来呢，其实这个文字的政绩呢，其实如果用文字很难懂的话，现在呢，这个劲办推出一个最新的动画，是跟知名插画家牛乃人一起合作的。小国好民大幸福这个动画呢，其实有一个复古风哦。那么另外呢，来我们来 play 一下。这个动画呢，其实很多的一些小巧思在里面，包括了各行各业的职业在里面之外，你可以看到连馆长都在里面了。而其实这个动画呢，最主要是要讲说小英在这个执政这三年多来呢，他的相关的政绩呢，其实都相当的有感哦。包括小黄太旧或者是太换家电可以补助之外呢，都在上面了。而这个里面呢，其实小英还哭手把自己的友达的画面呢，也都放上去，让民众觉得说，哎，这其实看了之后相当的可爱哦。甚至这个之前的国家图书馆的论文争议呢，他也这个酷手放在上面，完全不避讳，因为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所以呢，小英非常的有自信。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动画之外呢，其实小英政绩的部分，他也在网站上面推出了一个维基百科，它是用年龄以及你的性别，还有你的家庭组织呢来推出，来可以你来点选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自己呢最适合的政绩，甚至是说小英呢对每一个人都有照顾到。